个人都拼了，而且是不一样的感觉。然后呢，莉安还把我们之前的选手一起带回来了，嗨，伟林、嘉轩，还有子宇亨、嘎嘎嘎。嘎嘎哥，哦，他名字好特别哦。对，嘎嘎嘎，或星星星都可以。星星星，一起都回来帮忙，这就是我们森林之王大家庭。我们先谢谢四位，谢谢。嘎嘎嘎，要不要说两句啊？啊？现场唱一个什么好好的，还是什么嘎嘎嘎？经典重现，你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吗？最经典那一段，很深刻，很深刻。那来，因为哈林哥没看过，还是你要别的，然后嘎嘎嘎。其实我好像任何都可以嘎嘎嘎，例如这个。那几年今晚我就是要嘎嘎嘎嘎嘎。还有这个。跟着脚步，你一定嘎嘎嘎嘎嘎。或是这个。回头一丢你的嘎嘎嘎嘎嘎。我还是唱我们不一样的。来，好好的。这份情好好珍惜，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星星星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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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第二次效果还是很好，他真的就在表演当中加这些啊，对，而且他也是清唱，那次也是清唱。所以那个点就在于他清唱他自己做的特效。哇塞，星星，你哪来那么大的胆子啊？赞赞赞，我要去 YouTube 看一下。人家现在森林之王最红的。我们不一样。